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 Love Miku Kotori 啦。咁Love Live 周边总介绍，唔记得介绍咗呢两个嘅手指头啦。咁呢个就甩咗出嚟啦，咁呢个就冇甩嘅。跟住咧就介绍 Hero Color， 就首先咧就系蓝盒呢一个啦，就争 Nozomi， 跟住争 Umi Honoka。我争嘅卡希望大家都会俾埋我啦，我就想收卡，就希望有咁平得咁平。呢个就争觉得呢同链。跟住呢个冇啦，呢个齐晒啦呢啲就，跟住呢个就争 Nico， 跟住咧就系呢个争 Lin 啦，跟住呢个就齐晒，跟住呢个就争 Ellie 同 Lin 啦，呢个就全。部都呢、這個 PR 卡就齊曬啦，係。跟住咧就係粉紅盒啦，咁就係得好少，因為唔係買得好多啦。咁 Q 版卡就得三連新啫。跟住就係呢個Five Cross 卡啦，咁就係呢個 RR 卡，呢個都係 RR 啦，呢個 R， 呢個都係 R。四张汽油啫，跟住咧就系、是、剧场版嘅，咁呢个就争 Honoka， 仲有 Nozomi， 仲有 Lin 啦，跟住呢个就争个多啲同 Nozomi， 呢个可以 change 啦 ，change 一张，因为 Marky 重复咗，跟住呢个就争 Hanayo 啦。跟住 PR 卡有兩張，跟住就係3R 卡啦，跟住 SR 啦，跟住就係兩張錢卡離機，係咁就離機兩張，爭Ellie 就儲齊 BB， 係啦，咁就係咁多，咁今日 video 咧就嚟到呢度，下段 video 見啦。拜拜，唔知下段 video 喺边，系几时啦？可能今段 video 可能系暑假嘅最后一段 video， 系咯。开学之后冇咁多片，冇咁多片 po 上 YouTube 啦，系咯，就咁咯，拜拜。